flag 一定是那种一开场就直接拿斧头冲过来的那种。你怎你么看知人家看道？我，他一定是一开始就拿斧头冲过来的那种。没我有，一他定说不你拿是稿子，所以他拿稿子。啊。你看，哦，好吧，他不是一开始拿斧头的那种。我看对有人他，是一我开始看去中，错他。我想去杀他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那我杀 Forge。Forge 是谁？我要看一下 flag 的箱子里面有什么。没。有人在我的岛前面杀人。我这身，我身体上都是香蕉，什么东西啊？不要再用香蕉了。啊，就是香蕉才是包，没办法。那我是。蜘蛛走开。香蕉才是包。呜。那个 TISTV 他的剑超痛。他什么剑？他的剑就剩两个人了，谁啊？你跟他。我跟他，他是谁啊 ？TISTV 啊，我只听过 TVBSTV 啊。这有点强。这招不错，我要学起来。学起来。不会的啦，那很难的。那比那个用方块堵人还要高招。对，他只是想招他那个国家的人，但是说不定整场都不是他国家的人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打什么。来挑战，得得得得得得得 ，no！ 哇，我可能会暴气，差不多。哎、欸，科本看旁边，嘿，哦，在 ，jump， 你用 F 五了，一二三四，来了，得得得得。Oh yeah! No!